下面介绍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也是一个非常流行、也有名的无监督学习的算法。主成分分析是一种特征降维的方法。我们知道，人类在认知的过程之中会主动化繁为简。如图所示，这里给出了一个人脸图像。虽然人脸图像我们可以用几百万个像素点进行表达，但是人的大脑。 在对几百万个像素点进行处理的时候，往往只会过滤出那些最重要的、最有信息的元素进行认知。右图给出了识别一只小鸡人的大脑里面可能存在的一种化繁为简的一个过程。特征降维就是要把高维的数据投影映射到一个低维的子空间里面，从而起到了。 化繁为简的目的。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奥卡马剃刀定律”，说过：“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也就是说，不要画蛇添足，简单有效就是好。我们要把一个高维数据投影映射到一个低维的内嵌子空间，这需要保证把高维的数据降维之后，它能够保持。 原始数据固有结构，什么是原始数据的固有结构呢？形象的说，如图像数据中视觉对象区域所构成的空间分布，文本数据中单词之间的共线相似或不相似，这些都是在图像和文本中所出现的一种结构或隐性的结构。在我们把原始数据进行一次映射之后。 要保证它原有的结构不变。主成分分析里面涉及到统计里面的若干术语，下面我们先介绍几个有关统计的术语。一方差，假设我们有 n 个数据，我们把 n 个数据记为大 X，大 X 里面包含了 n 个小的 x i，方差等于各个数据与样本。 均值之差的平方和的平均数，如图所示，x_i 减去所有的 n 个 x_i 的均值平方累加，再除以 n，这就是方差计算的结果。很显然，方差描述了样本数据的波动程度。如果 n 个数据的方差很大，则表明这 n 个数据。 彼此你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这里的 u 是样本均值，即把所有的 n 个 xi 累加起来除以 n。定义了方差之后，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斜方差。方差是定义在一维数据上的一种统计变量，斜方差是定义在 n 维数据。这里我们以两维数据为例。 假设我们有 n 个两维的变量数据，我们记为大 X 大 Y，小 x i 和小 y i 就是大 X 大 Y 里面包含的一组数。我们可以用斜方差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度。如给定了 n 个两维变量之后，我们想基于给定的数据去判断 x 这一维度上的数据。 和 y 这一维度上的数据之间是否相关，我们可以去计算它们的相关度。相关度等于 x_i 减去 x 的均值乘以 y_i 减去 y 的均值，把 n 个 x_i y_i 的结果累加起来除以 n。这里的 e_x 和 e_y 分别对应 x 和 y 的样本均值。 为了更好的解释两维数据中每一维度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有六组两维的数据，x 一等于一，y 一等于七；x 三等于六，y 三等于十七；x 六等于二十一，y 六等于四十七。很显然，对于 x 这一维度上的六个数值。 我们可以得到它的均值是1 x 等于九点三三，对于 y 这个维度上的六个数，我们也可以计算它的均值等于二十三点六七。我们用每一个 xi 减去它的均值，用每一个 yi 减去它的均值，得到了 x 维的方差和 y 维的方差。注意，一、e、维数据的方差等于这个数。 减去它的均值的平方。基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来，两维数据的协方差等于九十六点四四。我们可以根据两维数据计算的协方差的结果来判断，这两维数据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两维数据，如广告投入与商品销售。 天气状况与旅游出行，我们可以通过计算这两维数据之间的协方差来判断这组数据给出的两维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关系。当这两维变量的协方差的值大于零的时候，我们称 x 与 y 在线性相关的意义上是正相关；当协方差的值小于零的时候，我们称 x 和 y 在 线性相关的意义下是负相关。当斜方差的值等于零的时候，我们称 X、Y 不具有线性相关性。刚才我们看到两维数据之间的斜方差的值大于零，因此所对应的这六组数据的 Xi 和 Yi 之间具有相关性。在实际中，我们需要把这种相关性规整到。 负一到正一的区间，这种规整的方法被称为皮尔森相关系数。皮尔森相关系数可以把两组变量之间的关联度规整到一定的取值范围。皮尔森相关系数定义如下：x、y 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就等于 x 和 y 的斜方差除以 x 的方差乘以 y 的方差开根号。 我们仍然用刚才的六组两维数据做例子，这里可以看到刚才计算出来的结果包括 x_i 的均值、y 的均值、x 方差、y 的方差，以及 x 和 y 的斜方差，这里是九十六点四四。在斜方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将斜方差除以 x 的方差与 y 的方差的乘积，再开根号。 把它规整到负一到正一的区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六组两维数据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值等于一，等于一意味着 x_i 和 y_i 在线性意义上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通过 y_i 等于二乘以 x_i 加五，令 x_i 取值为。 一三六十十五二十一之后得到的 y_i 的值，很显然 x_i 和 y_i 是具有线性相关性，因此它们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等于一，符合皮尔森相关系数的定义。皮尔森相关系数具有如下的性质，即两维变量的相关性一定大于等于负一，1, 小于等于正一。 等于一的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常数 a 和 b，使得 y 等于 a 乘以 x 再加 b。皮尔森相关系数是对称的，即 x y 的相关系数等于 y 和 x 相关系数。我们由此可以延伸出如下的性质：皮尔森相关系数刻画了变量 x 和 y 之间的线性相关的程度。如果 x 和 y 之间的相关性的绝对值越大，则 两者在线性相关的意义下，相关程度越大。如果两者的相关系数等于零，表示两者不存在任何的线性相关的关系。当然，可能两者存在着其他非线性相关的关系。这里的正线性相关意味着变量 x 增加的情况之下，变量 y 也随之增加。如前面所言的，y 等于二 x 加六。6, 负线性相关意味着变量 X 减少的情况之下，变量 Y 反而增加。那么相关性和独立性有怎样的区别呢？如果 X 和 Y 线性不相关，很显然它们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等于零。如果 X 和 Y 彼此独立，则一定存在着 X 和 Y 的皮尔森系数等于零。 即 x 和 y 不存在任何的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很显然，不相关是一个比独立要弱的概念，即独立不一定不相关，但是不相关不一定相互独立。独立指两个变量彼此之间不相互影响。有了方差、协方差以及相关系数这些基本概念之后，我们来介绍。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一种特征降维的方法。它要保证把原始的高维数据降维之后，要保持一个结构不变。这个结构就是要保持它的方差最大。也就是说，在数理统计中，我们经常用方差来度量数据和其数学期望及均值之间的偏离程度。 这个偏离程度反映了数据的分布结构，因此主成分分析要保证数据的分布结构不变。在很多实际问题中，研究数据和均值之间的偏离程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 PCA 降维之中，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数据向方差最大的方向进行投影，这样可以使数据所蕴含的数据没有丢失，彰显个性。如左下图所示。 我们把这四个数据向 x 轴方向投影，很显然没有把这四个数据向 y 方向投影要保持方差大这个意义上好，因为把这四个二维数据向 y 轴方向进行投影，我们会看到它们被彼此尽量打散。同样，把这四个二维数据向 x 方向投影，我们看到它彼此的聚合在一起。 方差不大，因此对左下图而言，向 Y 方向投影比向 X 方向投影要好。很显然，一旦投影之后，两维数据就被约减成一维数据。右下图，无论向 X 轴方向投影还是向 Y 轴方向投影，所得到的数据的差异性都没有像黄线这个平面投影所得到的数据差异性好。 因此，对右下图而言，应该尽可能的把两维数据向黄线方向进行投影，将投影所得的一、e、维坐标作为降维的结果。主成分分析是将 n 维特征数据映射到 l 维空间的一种降维的方法，这里 n 远远大于 l。降维的结果可以去除原始数据之间的冗余性，当然这种冗余性的去除。 是通过去除相关性这一手段达到的目的。在 PCA 中，我们将原始数据向这些数据方差最大的方向进行投影。一旦发现了方差最大的投影方向，则继续寻找保持方差第二的方向进行投影，将每个数据从 n 为高维空间映射到 l 为低维空间，这样每个数据就能得到最好的 k 维特征。 这一个 k 维特征可以保证每一维度上的投影的结果，它的方差都尽可能的大。我们现在定义若干的变量来解释 PC 算法的过程。假设我们有 n 个 d 维样本数据所构成的集合，其中每一个样本数据 x_i 都是 d 维的数据。 集合 D 可以表示成一个 n 乘 d 的矩阵大 X，我们也假定每一维度上的特征值均为零，即特征已经标准化了。那么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就是求取且使用一个 d 乘以 l 的映射矩阵 W 对原始数据大 X 进行降维，在映射矩阵的作用之下，给定一个样本 x_i。 我们就可以把 x_i 从 d 维空间如下映射到 l 维空间，x_i 与 w 做一个矩阵相乘。这里 x_i 是一乘 d 维，w 是 d 乘 l 维，两者相乘就等于一乘 l，也就是说，x_i 就从了 d 维空间转变到了 l 维空间，实现了从。 d 为高维特征空间降维到 l 为低维子空间的这个目的，那我们把所有降维后的数据用 y 来表示，这里有 y 等于 x 与 w 的乘积，这里的 x 就是我们的原始数据，它是 n 乘 d 为。每一行是一个样本数据，总共有 n 个样本数据，所以是 n 行，w 是一个 d 乘 l 的矩阵，那么。 n 乘 d 的矩阵乘以 d 乘 l 的矩阵，就变成了 n 乘 l 的矩阵，这就是 y 矩阵。y 矩阵是降维后的结果，每一行就是一个降维后的数据，它从了 d 维变成了 l 维。刚才我们讲到，PCA 的目的是使得降维后的 n 个 l 维样本数据。 得到的方差最大。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降维后的数据是 y，它是一个 n 乘 l 维的。我们用 y 的转置乘以 y，再取了一个矩阵积。矩阵积的意思就是把对角线的元素取出来。很显然，对角线的元素就是样本数据 y 的方差。 因此，我们要保证这个方差最大，然这个方差要除以 n 分之一，才是真正的无偏方差。我们做一些推导，y 的转置乘以 y 就等于 w 的转置乘以 x 的转置再乘以 x 乘以 w。我们把这个 n 分之一移到矩阵里面去，变成了 w 的转置乘以 n 分之一。 乘以 X 转置，再乘以 X，再乘以 W，对它取对角线的乘积，n 分之一 X 转置乘以 X，我们把它记为西格玛。这个西格玛就是降维前 n 个 d 为样本数据 X 的协方差矩阵。因此，主成分分析的求解目标函数就演变成，我们要寻找一个映射函数 W。 W 的转置乘以原始样本空间的斜方差矩阵，再乘以 W，它的积要最大，也就是说要保证投影后的样本空间方差最大。当然，我们还要这一个目标函数满足如下约束条件，即 Wi 的转置乘以 Wi 等于一。这个约束是为了保证所得到的映射结果。 它的相关性更小，也就是要保证映射结果的正交性。因为我们把一个高维数据映射到了一个低维空间，我们总是希望去除它的冗余度。什么时候具有冗余度？是因为样本空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那么就大量存在着冗余性。我们加这个约束是保证了样本去除冗余性，从而保证了。 它的这一个相关性减少，这是一个带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即要保证它的这个正交性，又要保证一个映射函数 w，使得映射后的结果的方差最大。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带约束的最优化的问题，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把它转换成无约束的最优化问题，即我们定义一个拉格朗日函数 L w gamma。Γ, 它就等于我们的目标函数减去伽马 i 乘以每一个约束项，总共有多少个约束项呢？总共有 l 个约束项，因为要保证 l 个映射向量之间彼此正交。对于上述的拉格朗日函数中的变量 wi，求偏导并令导数为零，我们会得到。 斜方差矩阵乘以 W_i 等于 lambda_i 乘以 W_i。注意，这是一个矩阵乘以一个向量，等于一个数值乘以一个矩阵。这就是矩阵 sigma 的特征向量相乘等于这个矩阵所对应的特征根乘以它的特征向量。于是，这就表明每一个 W_i。 都是 n 个 d 维样本数据大 X 的斜方差矩阵西格玛中的一个特征向量，而 lambda i 是这个特征向量所对应的特征值。可见，在主成分分析中，我们为了求到一个映射矩阵 W，在上述的推导中，我们知道这个映射矩阵 W 是有 l 个。 低维的特征向量构成的，而这 l 个低维的特征向量就对应着原始样本数据的斜方差矩阵所得到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最优化方差最大等于原始样本数据大 X 的斜方差矩阵 Sigma 的特征和。那么，为了使方差最大，我们可以求得。 协方差矩阵 g 格 a 的特征向量和，然后取 L 个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组成的映射矩阵 W 即可。注意，每个特征向量 W_i 与原始数据 x_i 的维数是一样的，均为 d。这里给出了组成分分析算法的算法描述，它的输入是 n 个 d 维。 样本数据所构成的矩阵大 X，然后我们定义降维后的维数为 L，输出就是映射矩阵大 W，大 W 有 L 个低维的映射向量所构成。算法包括如下五步：一，对于每个样本数据 Xi 进行中心化处理；二，计算原始样本数据的斜方差矩阵；三，对斜方差矩阵 Sigma 进行特征值分解。 对所得到的特征根按其值的大小进行排序。四，取前 l 个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组成我们的映射函数。五，将每个样本数据 x_i 按照如下方法进行降维，即 x_i 与 w 做一个矩阵相乘。x_i 是一乘 d 维，w 是 d 乘 l 维。 这个矩阵相乘的结果就是一、e、乘 L，也就是说，把 Xi 从高维空间映射到了 L 维低维子空间，完成 PC 降维的结果。